玉米浆包，这是我自己加豆沙馅儿。这是夹的香芋馅儿，这馅儿太稀了。比你单独吃玉米要好吃太多了，配料表就是鲜玉米浆和水，健身达人都可以放心吃，长高也没问题。125克一包啊，一包一个，这就是啥都没放的。超好吃，最佳豆沙馅儿，糖糕可以吃啊，它是一点糖分不含的。这也是夹的香芋馅儿，啥都不夹都好吃。